大家好，今天小猪佩奇又给我们带来最新的饮料贩卖机玩具，它带来了一个钱包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呢？这是用来买饮料的硬币，把硬币投入到贩卖机里，再来选择中间的按钮，看，掉出来了一瓶饮料。这里还有一个垃圾桶，那喝完饮料之后记得把瓶子扔到垃圾桶哦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玩具，大家看，汪汪队的毛毛和阿奇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？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饮料，这里面有草莓牛奶、橙汁，还有麦茶。阿奇说，让我们把这些饮料放到饮料贩卖机里面吧。首先按下上面的这个按钮，饮料贩卖机就可以打开了。先把草莓牛奶的放到最左边，再把面包超人的橙汁饮料放到正中间，最后把细菌小子的麦茶放到最右边。这样子我们的饮料贩卖机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饮料。这里有最新的饮料贩卖机，佩奇想要来买饮料，他带了一个钱包，把硬币拿出来，再投入到贩卖机里，一枚，两枚，三枚，四枚，佩奇投入了四枚硬币，他可以买到四瓶饮料呢。佩奇开开心心的把买到的饮料带回家了。原来佩奇是要把饮料分给爸爸妈妈还有乔治弟弟，谢谢你佩奇，做得真棒。喝完饮料之后，大家都把饮料扔到垃圾桶里，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饮料贩卖机。如果喜欢的可以给我们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